略到彰化的景和彰化的美呢？当然，花儿到处都有。那为什么大家去爱彰化的花呢？因为彰化的花不但漂亮，而且还有人文色彩。此外，还有丰富的科技技术来培育彰化的花。而我的任务就是让这些花可以展现到国外，散播希望的种子。让我们一起迎接彰化的时代，花样时代。10号参赛者陈冠豪获得的分数，老师请举牌。